你在这里坐一下啊，吃苹果，不要乱跑，妈妈去洗衣服，好不好？洗衣服。乖，宝宝乖。这小朋友，你是哥哥，你要照顾好妹妹哦，好不好？这是什么呀？这是广告，超市里面的广告，你要买东西吗？我要买超市里面买会员。好嘞，可以。那你要照顾好妹妹哦，你们等下去超市买，好不好？好，给你。好，真棒。Hello，大家好，我是小西啊。今天趁着天气好，大太阳，把这个羽绒服洗一下。主要是我们这边去镇上，干洗一件羽绒服的话太贵了，要45块钱一件，所以的话我还是在家里用手洗一下算了。等一下就再烘干一下。要你照顾妹妹的，你跑来干嘛？那这小朋友。照顾妹妹。穿一件衣服，要洗了，姑姑要去洗锅子了。姑姑要去洗锅子。洗棉袄子，你那里还洗件衬衣啊？我到你那家去洗了。所以咱用手先去洗干净。很好的。穿点洗衣液。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只小猫咪，最近长得好肥啦，然后给它吃了好多好吃的，好吗？给你洗鞋子好不好？洗。去跟哥哥看电视了嘛？去。小白，快点给我，宝宝去洗房子。今天的这些丸子够不够？还不够，这里只有90多包，哦，90多个。那能出多少是多少，你把它包下来。先把这些给大家出了哈，按下单时间顺序给大家发货。一包的就打12包，其他都打2包的。
谢谢，妹妹又流鼻涕了。宝贝儿，我那白有点糟啊。嗯，奶奶抱了。还放一包？这一个里面可以放四个。一个放四个。我现在都打包四个。打四个啊？要打四个。有点空了。差不多。你别说过哦。嗯。还有吗？妈妈要什么？妈妈要去的嘞。好，谁叫你？妹妹过来，看过来，妹妹。带你去玩好吗？你要去玩吗？好，要去是吧？好的。嗯呀，好开心呀！你看，还摇两下哦。嗯，要跳舞吧你？是跳舞吗？好，来了来了，师傅来了。我们现在开始装货，今天货不多啊，都是猪血丸子。好了，我们第二批小撒娇的猪血丸子已经全部发货了。第一批货大家收到之后反馈特别好，都说我们家的猪血丸子好吃。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纯手工的猪血丸子啊，比工厂做的确实要口感要好很多。今年我们比去年又晚了一个月才上市啊，因为去年是气温不是很高啊，11月份我们就开始大卖了。今年搞到12月份我们才发了第二批货，今年我们这个猪血丸子可能卖到，可能还只能卖一到两个月啊，最多卖两个月就可能没货了的啊。所以现在我要定计划，定计划之后给那个老板一个产量，他才会做得出来。因为过了这个年之后气温回升了，猪血丸子就做不出来了。嗯，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不像工厂里面的话一年四季都能够做猪血丸子出来。嗯，我们这边因为手工做出来的必须要保证外面的气温啊比较低的时候才能做出这种口感。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